哋流浪街头，三餐不计，生存并唔容易。只狗打交打到好似慢咗。我哋每一次救嘅系啲伤得好重嘅狗啊、猫啊。因为佢有糖尿病，所以要控制佢食处方粮，同埋要打胰岛素。估佢死应该系车撞噶啦，即刻将佢抱上行人路，等佢唔好再俾车碌过。一啲无牌守护者希望改变呢一啲流浪动物嘅命运。当佢受伤时，如果有人可以帮到佢，佢又可以生存落去。我哋好好去照顾佢，善待佢，帮佢搵个屋企。再生嗰陣時候都係一個生命啊！咁其實佢往生後都值得去有一個善終嘅。其實無牌即係貓貓狗狗啦，即係我哋錫佢當小朋友一樣啦。57歲嘅 Kent 7年前成立非牟利組織無手救援，拯救一啲受傷嘅流浪動物，帶佢哋去睇醫生醫病，同埋安排領養服務。呢一度係佢哋其中一個照顧流浪動物嘅地方。前線義工主力有兩個 ，Ken 係其中之一。佢哋救嘅主要都係貓同狗。呢一度有唔少俾佢哋用嘅藥。呢啲一般都係流浪狗或者流浪貓最常見有病嘅藥咯。如果有位嘅就帶去診所啦，冇位嘅我哋俾住藥佢食住先咯。即係一般都係嗰幾隻抗生素幫佢可以即係頂住先咯。救援工作冇休息日。他们24小时候命，一收到电话求救就会即刻出发。每日平均处理3至6宗求助，夜晚至凌晨通常是救援的繁忙时间。这一晚7点半 ，Kent 收到电话，他和同事马上出发。唔系呢个地转唔得啦，咁样啱噶啦，吓只脚吓埋佢。早10分鐘前，只狗喺貨櫃碼頭嗰邊俾其他狗咬，可能幾隻狗打一隻。誒，佢話條尾甩咗啲喎。啊，轉右，跟住咧。係係。我拍依度啊，係嘛？只狗喺邊咧？佢喺裏面啊，我抱咗佢啊。你捉住喎！哇，咁多血嘅！你知睇醫生唔中意啊？因為佢咁樣啊嘛。係啦。因為佢流血流好多啊，其實尾巴係好嚴重啊，尾巴係個脊骨嘅伸延嚟嘅。是跟住尾龍龜路直落嘅，所以切尾都是一個大的手術嚟嘅。你好，無手啊？係。你想係 hello 有冇醫生睇啊？有啊，咁啱 Mandy。有隻狗打交，條尾斷咗，楞住一半咁啊，斷咗一半。咩品種啊？唐狗嚟嘅，女仔。今晚好彩嘅，好多時候都揾唔到嘅。做唐狗啊、倉狗啊呢啲咧，唔係間間診所會做流浪狗啦，或者呢啲質素嘅狗啊，好多都唔接嘅。碼頭妹妹，係10歲，黑色。送完隻狗去診所，就收到第二單求助。而家入屯門良景村，隻狗隻眼好似打交，打到好似盲咗。唔知個 eye ball 喺咪度，因為見佢合埋咗隻眼嘅，就有啲血咁。
即係一歲唔夠啊！只狗好純啊，好細啊！你見佢一索佢已經飆曬尿。Kent 佢哋想用棍索捉只狗去睇醫生，不過只狗掙脱咗，走咗入去附近嘅山林。再捉啊！喺邊個位啊？喺邊啊？全部都係血啊！個支棍咬到。我哋攞翻個籠先。好，我哋上山。我有時佢都翻翻入去有竇，你叫佢之後都好想翻翻去嘅。媽見唔見啊？寶寶。嗱，呢個係佢竇嚟嘅啦。係啊。啊？唔係老公喎。他们找了很久都找不到，最后 Kent 放低啲药，等求助人找到只狗再喂俾佢食。我俾啲药你先，抗生素嚟嘅。哦，抗生素。咁你俾佢食住先啦。嗯。咁我走啦，我搞第二单啦。跟住 Kent 佢哋收到 call， 要去救一只被困喺山坡嘅流浪猫。睇下搵唔搵到先啦，呢次真系要搵啦。山坡咁大，我琴日執咗條代帽咯。喂，播下貓聲。原來個山坡係好斜，同埋深不見底，一路行行到落下邊啊！琴晚上嚟收腳並用，又冇嘢食，咁又有蛇有剩。呢個環境又咁差，落兩場雨佢就好慘，就病死啊！可能咁細隻，其實 B B 我哋見到一定捉嘅，佢真係根本冇能力照顧自己啊！呢啲生存唔到啊！見到啊？你喺度啊？喺度啊？你睡貓玩到我啊！好嘢啊 ！Kent 佢哋用咗兩個半鐘，終於救到呢一隻被困喺山坡嘅初生流浪貓。哎呀，咁曳！女仔啊，女仔咁曳嘅。哇，唔該曬嘅，唔該曬。佢都唔放棄，咁我哋唔應該放棄啊！佢不停咁叫，叫咗幾個鐘啦。其實佢都可能叫救命啊，或者叫你幫佢啊。係運氣嚟嘅，即係唔一定救到嘅。好 ，OK， 唔該曬，唔該曬。Kent 是一间小型广告公司的老板，他自细就很喜欢动物，不过家人不喜欢，到二十几岁出来做事，他就开始领养被遗弃的狗，现在养了六只。我对动物认识的世界是觉得都很开心啊，很幸福啊，有东西吃啊，主人锡啊，但原来世界上即有一个流浪动物是去到这么差的。佢有人嘅傷害啦，被車撞到啦，甚至乎疏忽照顧啦，本身佢世世代代都流浪，冇人可以照顧到嘅，咁其實佢嘅命運係悲慘嘅。Honey， 掉翻伊頓入去，你只貓仔。Kent 一直關注流浪動物嘅情況，九年前佢同幾個朋友自發去拯救佢哋。之後成立無手救援，靠捐款營運。到而家佢哋救咗超過3800隻流浪動物，醫好咗嘅會暫時放喺狗場、絕育中心或者暫托家庭等人領養。呢一類型嘅工作其實係令到人好失落嘅，因為我哋每一次救嘅係啲好傷得好重嘅狗啊、貓啊，甚至乎係弱速嘅個案啊、撞車啊。冇人理啊，爛曬啊，成身蟲啊！我哋每日都係經歷呢啲嘢嘅，即係你回想救佢嗰剎那，佢全身都係牛痹、污糟邋遢、成身血喺路邊瞓喺度，
至到而家咁嘅生活，瞓喺沙發睇電視啊，瞓牀啊，我哋係好開心嘅，見到呢啲，我係覺得係無憾嘅，即係咁幾辛苦都係值得嘅。收到有關流浪動物嘅滋擾投訴，漁護署就會跟進同捕捉佢哋。輕傷嘅流浪動物會由獸醫治療，嚴重受傷好難醫翻好而冇人認領嘅，就會人道處理。好多狗都過唔到獸醫嘅評估，被定定為危險或者唔適合俾人飼養，最尾嘅後果都係會人道毀滅啦。佢都唔想流浪，咁唔會因為佢流浪冇主人就要人道毀滅佢咯。佢都係生命嚟嘅。為咗唔想咁多流浪動物被人道毀滅 ，Kent 話佢哋會盡力拯救佢哋。流浪其實冇得揀嘅。咁佢受傷亦都係唔係好想嘅。當佢受傷時，如果有人可以幫到佢，佢係可以生存落去嘅。每一個人都會為自己覺得值得做嘅嘢而努力嘅。我覺得我做嘅嘢係應該係有意思啦，幫到佢哋啦。狗啱啱講完咩？收到一個求助嘅電話，都係元朗附近嘅。咁距離我哋呢個位置大概15分鐘嘅路程。36歲嘅阿峰係接收離世流浪動物組織“浪浪送行者”嘅創辦人。組織舊年1月成立，而家有大約130個義工。一收到發現流浪動物屍體嘅電話，佢哋就會去現場了解情況。咁而家我哋急嘅，因為個求助人就喺現場等緊我哋。因為我曾經我自己都係求助人，我就好明白嗰個心態咯。咁如果我走開咗，會唔會俾人抌咗落垃圾桶啊？咁希望佢哋會快啲到咯。咦？你咁都發現到佢嘅？我諗佢應該可能浸死，跟住有隻狗拖咗上，係咁揈佢。抱上手嗰陣時仲係阮奶奶啦，係啦，咁其實個心情都幾複雜下嘅，都會喺度諗會唔會係未死咧，但係跟住都係打消咗呢個念頭，心情其實係幾痛。好啦，咁我哋帶佢沖咗個涼先，幫佢包好佢咯。流浪動物咁佢都冇三餐温飽，又唔知有冇瓦遮頭。咁所以，我哋覺得其實佢都今世做流浪貓狗都好可憐啦。咁不如我哋幫佢行埋最後一步，咁等佢哋入個善終。接收咗流浪動物嘅遺體，阿峰會帶翻組織嘅基地清潔。因為啱啱個現場喺個草堆上邊啦，佢全身都係泥嚟嘅。咁我哋都想令到佢乾淨啲去上路，所以我哋要幫佢沖一沖涼先咯。而家引啲水，我哋乾乾地，跟住再順翻啲毛，跟住就會我哋會擺啲往生花啊，咁盡量將佢嘅頭擺得舒服啲，盡量幫佢 keep 埋對眼，好似瞓咗覺咁咯，將只腳再收埋。收啦，喵！唔好再玩水啦，都想佢去。走嗰陣時都俾我哋抱一抱，等佢哋感受到人間嘅温暖咯。希望都俾佢哋知道，其實啲人類都仲係錫佢哋嘅，會幫佢哋送行。阿峰係健身教練，一家四口住喺村屋，唔使教班嘅時候，佢會留喺屋企湊仔，同埋照顧兩隻狗。阿峰自细就中意动物，除咗狗，仲养过猫同仓鼠。
初中嘅时候已经想做动物义工，间中会去喂流浪狗。两年前，佢喺公路见到流浪动物嘅遗体，唔忍心就咁走咗去，于是抱佢哋翻路边。我第一次接触往生咗嘅狗狗嘅尸体啦，咁抱起佢，咁第一次系抱一个冷冰冰嘅狗，平时我抱开啲狗系暖粒粒啊，会喐咁样样啊嘛，咁跟住。隔多兩日啦，元朗公路又遇到另一隻貓貓，咁經已嗰只貓貓係俾車係剪過，跟住啲腸都流曬出嚟。愛又好有用噶，會有感觸噶，特別係啲貓 B B 咯，你就會諗翻起自己屋企嗰個 B B。咩都唔知啦，唔知道呢個世界係點啦，唔知道咩個飽咩嘅好玩，咁經已只貓 B B 咁樣樣離開咗呢個世界，咁係覺得係好心急、好心痛。他認識了接收動物遺體的義工，沒多久就加入行列，之後還成立了浪浪送行者。做了送行者兩年，遇過支離破碎或者已經發脹發臭，甚至全身佈滿屍蟲的動物遺體，阿峰說不介意處理，還會盡力幫他們還原生前的樣貌。有隻唐狗嘅，你遠望以為白色，原來白色嗰啲全部都係屍蟲嚟嘅。行近啲望啦，跟住再搬出嚟啦，跟住望住啲屍蟲喺度喐緊，跟住自己有個諗法，不如我試下用手撥開啲蟲嚟，跟住咪發覺，咦，原來屍蟲都唔係好似咁恐怖，佢都係蟲一條嘅啫。動物屍體由食環署處理，收集之後會運去堆填區，當作廢物棄置。去年署方就处理了超过18000具动物尸体。不要理它是否一个野生动物猫狗，其实它都是一个生命来的，只不过它是结束了生命，但都不希望跟垃圾一起扔了。它再生的时候都是一个生命，其实它往生后都其实都值得去有一个善终的。不想离世的流浪动物被送去堆填区，浪浪送行者会找善终机构为他们火化，希望他们可以有尊严走最后一程。差不多两年来，他们一共为超过1800只流浪动物善终。每一朵呢個往生花啦，跟住呢啲酒啦、米啦、糧食，都係經由好多善心人去捐俾我哋。其實等同於有好多一啲陪佢哋嘅物品係來自唔同嘅人手中，再交俾佢哋啦。其實佢哋係好多人陪佢哋送行嘅啦，都03037希仔，0125葉葉，02069波奇。你哋去到彩虹橋，自己一齊去玩啦！記住大家的名字，大家嗌大家的名字，不要只嗌貓貓貓貓貓貓貓，知唔知啊？一種釋放的感覺，即本來心情是很沉重，跟住放咗入去，覺得舒服曬，知道他哋會一起同一個地方一起去玩。流浪動物繁衍的問題一直是不少愛護動物團體關注的議題。近年有團體積極推展捕捉、絕育、放回計劃，希望可以控制流浪動物的繁殖數目。這間獸醫診所今年7月開張，過去3個月都免費為流浪貓狗做絕育手術。診所創辦人 Ivy 說，絕育是有效減少流浪動物數目的方法。一隻的流浪狗，他們基本上每一胎，他們大概都會生可能6至8隻。我最多見過一胎生10隻，一年生2次。你見到啲流浪動物，佢如果絕咗育，佢唔會生嘅。你嗰區啲狗就會減少咗。咁所以我哋只覺得，喂，我哋既然有一間診所咁有成效嘅嘢，點解唔 keep 住去做呢？
創辦診所之前 ，Ivy 已經成立呢一間動物收容中心，接收一啲年老被遺棄或者流浪嘅動物。其實動物到老嘅時候，你先俾人遺棄。咁其實我真係覺得好慘嘅，即係已經係冇咗一個屋企人愛錫佢。如果佢餘下嘅日子，我可以俾到啲愛佢，或者真係多啲陪佢一日，即係去到最後唔使被人道毀滅。Ivy 話：中心只係一個中轉站，幫流浪動物揾一個家先至係最重要。因為佢哋一出世真係唔知咩叫愛，唔知叫咩人錫，佢哋完全都冇呢一個即係叫做感受出嚟。所以我都覺得流浪的動物真的很吃得需要給一個屋企佢。嚟啦，出嚟啦，出嚟啦，好啦，終於都見到啦，等咗好耐啦。佢叫 BB， 是一隻歌姬犬，今年已經13歲，因為主人要搬上公屋而被棄養。呢一日，佢終於揾到新主人。佢咧之前我皮膚咧，佢係會差啲嘅，咁所以呢個就可能都要拜託你啦。嗱，你乖啦嚇，知唔知道啊？唔好掛住我啦，知唔知道？開心嘅，當然你話有冇唔捨得咧？有嘅，咁但我就覺得有一個主人去錫你，其實唔係更加好咩？啊，走啦，係咪啊？即係尤其是嗰個新嘅主人。在門口度接佢出門口嗰下，其實嗰下係好感觸嘅。走啦，拜拜拜拜。